比赛开始。见陈启的身影很少啊，但是呢，从今天比。号呢一直是奥运会的亚军啊，但是我们我们也期待着在2012年的奥运会上啊，伦敦奥运会上。一个人，而且他们对体育也很有情结啊。荣胜正功呢曾经不仅仅支持乒乓球啊，喜爱乒乓球的啊，他的这个总能够有所突破。来端王浩这个球封得非常王浩接发球来端拉起来了结果点误差漂亮来短高了以11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这一局非常关键，到位或者显得粗糙，中路的位置用反手去接，所以他这个球发得非常偏正手，漂亮。大家可以看到王浩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似乎是该得分的球没有得分。大家看这个王浩的防守能力强不强你看这个球本来是看着陈启是势在必得的球，被王浩给捞回来了另外在中路呢，一旦侧开身以后时间也有点晚了，漂亮大家看到的这是吴敬平和刘国梁教练吴敬平呢一直是带着马林和王浩陈建朱世赫漂亮这样陈启在第二局比赛里正像陈启呢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是说使每一座城市通过乒乓球的转播漂亮通常别人呢就是你强的时候我来这个防一下但是他陈启是江苏南通人这个时候呢就反而又犹豫了与电视转播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场比赛可能局面始终无法扭转8-114-11连丢两局最终王浩以总比分0-3被陈启横扫八一队也最终以1-3不敌江苏队许昕昨